这么快1个多月，但因为每天都见，见面次数已经快超过我人生中大部分的亲戚朋友。这个工作最大的直观感受就是固定。固定不就是稳定吗？对于女孩子来说，稳定。安全感可不是稳定就能带来的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变的稳定，除了一样东西，除了变化本身，除了钱。可乐，你走，你看，我现在一个月才赚。